咱们做结石手术呢，一般的都要插管，插管所谓什么管呢？一般的像这个输尿管支架管，这是常规都要放的。这个输尿管支架管什么意义呢？就是保障肾脏产生的尿能够顺利的通过输尿管引流到膀胱，就是造成这个输尿管的通畅，防止这个肾里产生的尿液排到膀胱以后造成梗阻这种情况就是说输尿管支架管常规要放。再一个，你比如咱术后还可能产生少量的出血，如果出血多的话，可能要形成血块，所以说这种情况一定要保证咱们这个肾脏和膀胱之间这个输尿管要通畅，所以说这个输尿管支架管一般常规都要放的，所以说这个管子输尿支架管要放。